玉米饼的做法。准备食材：面粉、玉米粉、酵母、鸡蛋、牛奶、糖。一、面粉、玉米粉、鸡蛋、糖放入盆内，再加入牛奶、酵母粉，搅拌成无颗粒状面糊。二、用保鲜膜盖住发酵40分钟。面糊表面呈蜂窝状后，用筷子搅动排气。三、起锅小火加热，不用放油。将适量面糊垂直倒入锅底，面糊会自动流成圆形。四、面糊加热至底面凝固，表面起泡泡后，用锅铲铲起，翻面煎10几秒。美味的玉米饼就做好了。